宝贝闺女，我的女儿陈娜，你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每天美美的，每天，现在告诉你啊，不能熬夜啊，闺女，熬夜对身体不好。你这么乖，平时都听话的，一定要听话啊。一个是你说那个。小的时候把妈妈的照片撕了啊，那个时候你现在还记得，还压在身上，妈妈一点也不记得了，忘了。小的时候调皮很正常的，你怎么记得，妈妈不记得了？这个事情妈妈一定会撕了，你不用记在心里啊。你小的时候妈妈又骂你，妈妈也不对啊。你如果说是不懂事，也正常的。不要正在身心上啊，现在要复习了，就是说是要努力，要加油，反正就是说，同学对你真的很好，真的，以后有机会带到家里来玩，你也是妈妈的宝贝，妈妈不会说，就说到这里来啊，好，加油！拿个。